家好，我是 M 小小。今天教大家如何在手机上安装 VPN。首先到 Play Store 输入搜寻 VPN， 选一个你喜欢的免费 VPN APP 下载并安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开启 VPN， 点爱鼓励，点肉仙可思，点右上角的小地球，选右边的免费，点美国启动 VPN， 启动连线会出现广告，不理它。VPN 有正常运作，会看到右上角出现一个锁头。以下技术总结，请用手机或平板申请美国的 Google 账户，建议先将手机中的其他 Google 账户先移除，避免影响到申请账户和储值礼物卡。申请 Google 账户时遇到手机验证，输入自己手机号码验证即可，不会影响您的申请和储值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您可以订阅、点赞、打开铃铛并分享出去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见。